那我们说硝苯地平控释片啊，它和缓释片是有明显的这个叫持续降压的时间不同。那么硝苯地平控释片，我们说它是能够维持24小时的一个半衰期，它可以24小时之内都可以持续起到一个持久的一个降压效果。而硝苯地平的缓释片它的半衰期可能只有十多个小时一般我们要求就是病人如果吃了这个控释片，我们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而如果是吃硝苯地平缓释片，需要一天吃两次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持久的降压效果。